一月十九日，有海外中文媒体消息称，一月十三日，宋祖英被中纪委和军方检察机关双重调查。消息并指，多次为宋祖英操盘演唱会的曾庆红胞弟曾庆怀，以及被指为宋祖英专用作曲家的徐沛东，均被中纪委约谈。不过，该消息目前仍未获中共官方证实。 早在二零一二年一月，前中共总后勤部副部长古俊山因贪腐落马时，大陆网络上就开始流传古俊山在调查期间供出了几乎所有人，特别是供出了江泽民的情妇宋祖英。当时网络也曾一度盛传宋祖英因违规遭中纪委、中央军委纪检部门双重调查的消息。二零一四年三月，前中共军委副主席徐才厚被当局调查后，香港出版的《母老虎宋祖英》一书也披露，二零一四年五月九日。 王岐山受习近平之命到三零一医院聆讯徐才后，徐交代了其曾几次挪用军费赞助宋祖英在悉尼、维也纳和美国华盛顿举办个人演唱会的军事秘密。与此同时，新浪微博网络上也开始流传类似消息。当时消息指，中共海政文工团,团团长宋祖英，由于二零零二年在悉尼，二零零三年在维也纳。 二零零六年，在美国华府举办个人音乐会，违规动用军费和文化部经费，遭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双重调查。台湾东森新闻则以题为《宋祖英挪用军费网络经传遭调查》的文章报道了此消息，称消息震动大陆娱乐界。据公开报道。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晚，宋祖英在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开了海外的首次个人独唱音乐会。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宋祖英在奥地利维也纳著名的金色大厅又开了一次独唱音乐会。二零零六年十月，宋在一次在美国肯尼迪国家表演艺术中心开了独唱音乐会。 二零一四年七月份，中共文化部发文关于坚决制止国内艺术团组赴国外镀金的通知称，近年来，国内一些艺术团组和社会团体以文化交流的名义，自费赴维也纳金色大厅等国外著名演展场所进行镀金庆祝演展活动现象日益严重。而第一个在维也纳金色大厅开个唱的始作俑者正是宋祖英，宋因此成为媒体讨伐的焦点，被指带了一个坏头。 有分析认为，有关镀金的通知如同为宋祖英量身定做。宋祖英曾经在大陆娱乐圈呼风唤雨、接近张扬。几年来，江泽民与宋祖英的淫乱丑闻举世皆知。中共十八大后，江泽民集团的核心成员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薄、薄熙来、令计划等人纷纷落马，而曾经被戏称为政治局常委、地下组织部长的宋祖英也被摆至台前，不断被中共官媒明批暗讽。宋祖英在大陆演艺圈红得发紫。 曾被官方授予国家一级演员称号，拿国家津贴，少将军衔，享受正军级待遇。现任海军政治部文工团团长，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曾被提名为全国政协秘书长。其实，宋祖英无论是在国内连年占据春晚，还是几乎跑遍了欧美一流的音乐厅镀金，二十多年来，其反复上演的不外乎就是《小背篓》《辣妹子》《好日子》等十几首现代改编的民歌小调或歌颂共产党的红色歌曲。 在江泽民掌权时期，宋祖英在汇集大牌明星的央视春晚中拥有无可匹敌的特权，唱什么歌，一切由她自己决定。央视的任何导演、领导以及中宣部等上级部门均不得过问。为了让宋祖英高兴，江泽民曾经大量耗费国库钱财。正如宋祖英在歌颂中共的歌曲《好日子》中的唱词：“宋几乎心想的事都能成。”江泽民讨宋祖英欢心的最大一个礼物，则是国家大剧院。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位于北京人民大会堂西侧的国家大剧院正式开工。当时的大剧院整个项目共需资金三十八亿元，差不多是过去十五年期望工程累计接受海内外捐款总和的两倍。美国主导的有关朝鲜半岛安全与稳定的多国外长会议周二在温哥华举行，会议讨论了如何通过更有效的实施对朝鲜制裁来加大对平壤的压力，促使他进行有关无核化的谈判。 对此，港媒发表评论文章称，这是美国带头正对朝鲜酝酿下一盘大棋局。美国、加拿大共同召开的朝鲜半岛安全稳定外长会议，一月十六日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包括美日、韩国在内的二十个与会国一致同意要对朝鲜施加海洋封锁在内的更多制裁，迫朝鲜放弃核武。参加此次会议的国家被称作温哥华集团，包括澳洲、英国、法国、韩国、土耳其、日本等国。 他们大部分属于联合国军，参加过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朝鲜战争，亦为防扩散安全倡议参与方。蒂莫森在会议结束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们讨论了共同努力来对抗躲避制裁以及走私的重要性。我们也呼吁采取行动，加强国际性的海上拦截行动，来挫败非法的船只之间的货物转移。” 会议结束后发表的联合声明说，与会国同意考虑并采取措施对朝鲜施加单方面的制裁，以及联合国安理会涉朝决议要求以外的进一步外交行动。美国国务卿蒂勒森重申欲以外交途径解决危机，但拒绝双暂停的提议，同时警告全球要严肃看待与朝鲜开战的可能性。对此，香港东网一月十八日发表评论文章称。 虽然美加两国对会议的情况轻描淡写，但明眼人都知道这是美国带头对朝鲜酝酿一个更大的棋局。文章分析指出，今次多国外长会议极有可能是落实川普的三大方案：其一，推动在联合国安理会之外建立机制，对违反对朝鲜制裁决议的船舶进行海上拦截；其二，为可能的对朝军事行动进行动员，一旦朝鲜停战协定被打破。 美国可能要求昔日的联合国军在联合国名义下进行协调，增加军事行动的合法性。其三，在外交上进一步孤立朝鲜，建立情报交换和相互协调机制，对朝鲜人员在这些国家境内的各类活动予以监管，防止他们利用网络、金融渠道规避制裁。 事实上，就在朝鲜半岛安全稳定外长会议落幕的同一天，美国众议院有影响力的军事委员会主席索恩伯里对媒体说：“美国政府正在非常严肃地研究在涉朝问题上的军事选项将会涉及的东西。”他接着还补充说：“美国军方正在进行非常认真的训练，为可能发生的美朝军事冲突做准备。”最近有媒体报道说，白宫正在讨论对朝鲜发动称之为“流鼻血”的有限军事打击的可能性。 此前，韩国与朝鲜九日在板门店举行会谈后，双方发布的联合新闻稿中有这样一句表述：“有关南北关系的一切问题，都应由我们民族的当事者自己解决。”此话被认为恰恰暴露了金正恩此次答应会谈的意图，就是要在美韩同盟之间切入一个楔子。 曾担任美国国务院韩国事务的负责人的戴维斯特劳布，一月九日当天就在美国韩国经济研究所的一个研讨会上说，绝大部分韩国人，包括专家都认为，朝鲜提议会谈一个原因，可能是金正恩在美韩同盟之间切入了一个楔子。我自己也是这样的看法。斯特劳布说，金正恩随时都可以找到理由指责韩国或是美国破坏会谈，然后恢复以前的作为。 而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则说：“我认为我们都需要对目前的局势保持清醒。随着朝鲜继续在核武器以及这些武器的杀伤力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就像他们上次的氢弹试验所表明的那样，以及他们在洲际弹道导弹体系方面持续的进展，我们不得不认识到这个威胁在不断增加。”他表示，如果朝鲜不选择接触、讨论和谈判的道路，那么他们自己将会引发一个选项。 外界解读认为，蒂诺森所说的这个选项显然是指美国对朝鲜的军事行动。港媒消息指，中共军队第三名超级大老虎范长龙落马，并称范是徐才厚嫡系，被防风辉攻出。房和张扬也是郭伯雄、徐才厚与党，被怀疑中共十九大前图谋不轨遭同时拿下，因此范有可能是房和张共同的主子，也是张自杀要保护的对象。青岛日报指。 范长龙是徐才厚嫡系，两人既是辽宁同乡，也是多年的上下级。范长龙在中共十八大时破格晋升军委副主席，就是徐才厚引荐。而被指控出范长龙的房峰辉，也被认为是郭伯雄的西北军头马。徐才厚和郭伯雄是江泽民在军中的哼哈二将，帮江泽民架空胡锦涛多年。另外，去年和房峰辉一起落马的前军委委员、政治工作部主任张扬，也被指是徐才厚的亲信。房。 张二人落马，被港媒称为彻底肃清郭国雄、徐才厚流毒影响的重要组成部分。去年十一月，张扬被宣布在家中自缢身亡，军报痛批其畏罪自杀，两面人以可耻的方式结束一生，有暗示其以自杀抗拒审查之意。当时有分析指，张扬突然自杀非常蹊跷，有可能是为保护后台，也可能是被主子灭口。如果房峰辉供出范长龙消息属实，那么张扬要保护的主子呼之欲出。 房峰辉和张扬落马前都是中共中央军委委员，而范长龙时任军委第一副主席。去年九月初，多家海外媒体报道了房张被免职和落马的消息。当时外界分析，两人如果不能晋升军委副主席，在中共十九大时已届退休年龄，习近平完全可以顺势让他们退居二线。但在十九大前一个多月突然拿下二人，很可能是因为他们有图谋不轨的举动，危及十九大安全。其中，二人出事的时间点。 和中印边境对峙存在某种巧合，因而受到特别关注。在北京当局不断强调稳定的十九大前夕，突然爆发边境危机，显然对习近平的十九大布局不利。去年八月二十六日，李作成以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身份公开露面，说明防风辉已被免职。两天后的八月二十八日，中印达成协议，持续两个月的边境对峙结束。 而去年十一月，当局公布张扬自杀消息时，也透露张被正式调查的时间也是八月二十八日，集中印对峙结束的当天。印度媒体当时报道称，中印对峙是防风辉被免去参谋长职务后才结束的，说明他是终结对峙的主要障碍，也可能应该对制造这次对峙负责。香港《东方日报》今年一月十一日文章分析，中印对峙时，防风辉、张扬还处在军机重位，如果中印爆发战争，不排除二人会挤击浑水摸鱼。 或以战谋位，或故意战败，在十九大前给习近平制造一场空前的危机。文章还暗示，习近平拿下房峰辉和张扬仍然不是决定性的胜利，因为中共十八大军委的组成是郭伯雄和徐才厚规划的。那届军委委员中还有其他的郭、徐余独。如果范长龙如《青岛日报》所言是徐才厚的嫡系，那么不排除也与房、张的不轨行为有关，甚至是幕后主谋。 果真如此，那么当局对房张两人长达数月的调查，也就是意有所指；而防风辉在当局彻底翻脸，被从家中交付军事检察机关，才牵出范长龙不少事，也就顺理成章。那么张扬在家中自杀，也就有了合理的解释。外界早就预测，中共十九大上习近平会进一步集权，面临全面失势危险的江派反袭势力，在十九大前必然不择手段的全力反扑。 力图颠覆习近平阵营，至少要乱中取利，获取保留部分权力的筹码。海外针对王岐山的爆料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事例。另外，在房张去年八月底落马之前，七月份另一名被指将派背景的地方大员、前重庆市委书记孙正才被查。有分析指，房张、孙接连落马，再加上七月底北京一次不许记录的京西会议。 以及习近平唱独角戏的大阅兵，可能显示当局刚刚平息了一次未遂政变。孙政才被认为是江泽民当年安排的中共接班人，习近平当局在十九大后指其为重大政治隐患，阴谋篡党夺权，正说明他在十九大前曾有过不轨阴谋。而党张等军队高层同时落马，不排除与孙政才篡党夺权有关，甚至是孙的军中内应。世界门新闻网 mnews.tv.com 中共官媒近日公布中共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前参谋长防风辉涉贪被调查的消息，却没有披露其行贿受贿的具体内容。但海外中文媒体援引消息人士披露了防风辉贪腐的一些惊人细节。据总部设在北京的海外媒体多维网十六日报道称，有熟悉中共军队内情的消息人士披露了正在接受调查的中共军中大佬防风辉惊人的贪腐细节。据该消息人士的爆料。 防风辉在担任北京军区司令期间，曾经卖出不少军产地皮，并趁此机会大发横财。其中比较突出的事件包括：其一，在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夕，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北京军区总医院东院二百九十二医院突遭暴力强拆，之后该医院的地皮以四十七亿人民币的价格出售；其二，防风辉还指使下级拆掉原北京军区大院数十栋楼房，然后斥资近十亿在北京石景山区新建五星级的豪华华北宾馆。 其三，房峰辉斥资六千万兴建军区大院南大门和院内道路，并将新建的门诊部大楼改为京西医院，然后安排自己的亲信担任京西医院院长，并将其提拔为少将。消息人士还披露称，房峰辉自己的住所是一栋四合院式的豪华住宅，占地一千平方米以上，装有防弹玻璃，地下设施甚至还能够抗核爆。 修建豪宅之初，其大门原本是朝南开设的，后来在风水师的指点下，又封堵了南门，改建东门。房峰辉被抱在饮食上也非常有讲究。在广州军区担任参谋长时就很特权，他吃饭时突然想吃什么，就让做或买，做不好或买不到就摔筷子而去。在担任原北京军区司令时，房峰辉为了吃到自己喜欢的饭菜，还曾经专门派二名厨师去广州学习了三个月。 其实，有关房峰辉的丑闻早从去年九月份就已开始在港媒和海外中文媒体上陆续出现。八月二十六日，外界注意到，中共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已悄然换人，担任军改后新成立的陆军首任司令员仅一年半的李作成，低调接过了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的职务。被替换的房峰辉则去向成谜，外界立即敏感意识到房某可能已经出事。九月一日。 日本媒体产经新闻率先引述两个不同的消息来源指，指防风辉和时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政治工作部主任张扬已在中共中央军委办公的八一大楼内被双规。同一天，香港明报引述京城坊间消息爆料称，当年防风辉被时任军委主席胡锦涛任命为北京军区司令，是郭伯雄向胡锦涛大力推荐的结果，所以防风辉其实是郭伯雄的头马。世界门新闻网 mnews.tv.com。 的唱词，宋几乎心想的事都能成。江泽民讨宋祖英欢心的最大一个礼物，则是国家大剧院。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位于北京人民大会堂西侧的国家大剧院正式开工。当时的大剧院整个项目共需资金三十八亿元，差不多是过去十五年期望工程累计接受海内外捐款总和的两倍。美国主导的有关朝鲜半岛安全与稳定的多国外长会议，周二在温哥华举行。 会议讨论了如何通过更有效的实施对朝鲜制裁来加大对平壤的压力，促使他进行有关无核化的谈判。对此，港媒发表评论文章称，这是美国带头正对朝鲜酝酿下一盘大棋局。美国、加拿大共同召开的朝鲜半岛安全稳定外长会议，一月十六日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包括美日、韩国在内的二十个域会国一致同意要对朝鲜施加海洋封锁在内的更多制裁，迫朝鲜放弃核武。 参加此次会议的国家被称作“温哥华集团”，包括澳洲、英国、法国、韩国、土耳其、日本等国。他们大部分属于联合国军，参加过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朝鲜战争，亦为防扩散安全倡议参与方。蒂默森在会议结束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乐圈呼风唤雨，竭尽张扬。”几年来，江泽民与宋祖英的淫乱丑闻举世皆知。 中共十八大后，江泽民集团的核心成员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薄熙来、令计划等人纷纷落马，而曾经被戏称为政治局常委、地下组织部长的宋祖英也被摆至台前，不断被中共官媒明批暗讽。宋祖英在大陆演艺圈红得发紫，曾被官方授予国家一级演员称号，拿国家津贴，少将军衔，享受正军级待遇。 现任海军政治部文工团团长、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曾被提名为全国政协秘书长。其实，宋祖英无论是在国内连年占据春晚，还是几乎跑遍了欧美一流的音乐厅镀金，二十多年来，其反复上演的不外乎就是《小背篓》《辣妹子》《好日子》等十几首现代改编的民歌小调或歌颂共产党的红色歌曲。在江泽民掌权时期。 宋祖英在汇集大牌明星的央视春晚中拥有无可匹敌的特权，唱什么歌，一切由她自己决定。央视的任何导演、领导以及中宣部等上级部门均不得过问。为了让宋祖英高兴，江泽民曾经大量耗费国库钱财。正如宋祖英在歌颂中共的歌曲《好日子》中，一月十九日，有海外中文媒体消息称，一月十三日，宋祖英被中纪委和军方检察机关双重调查。消息并指。 多次为宋祖英操盘演唱会的曾庆红胞弟曾庆怀，以及被指为宋祖英专用作曲家的徐沛东，均被中纪委约谈。不过，该消息目前仍未获中共官方证实。早在2012年1月，前中共总后勤部副部长古俊山因贪腐落马时，大陆网络上就开始流传古俊山在调查期间供出了几乎所有人，特别是供出了江泽民的情妇宋祖英。 当时，网络也曾一度盛传宋祖英因违规遭中纪委、中央军委纪检部门双重调查的消息。二零一四年三月，前中共军委副主席徐才厚被当局调查后，香港出版的《母老虎宋祖英》一书也披露，二零一四年五月九日，王岐山受习近平之命到三零一医院聆讯徐才厚，徐交代了其曾几次挪用军费赞助宋祖英在悉尼、维也纳和美国华盛顿举办个人演唱会的军事秘密。与此同时，新浪微博。 网络上也开始流传类似消息。当时消息指，中共海政文工团团长宋祖英，由于2002年在悉尼、2003年在维也纳、2006年在美国华府举办个人音乐会，违规动用军费和文化部经费，遭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双重调查。台湾东森新闻则以题为“宋祖英挪用军费网络经传遭调查”的文章报道了此消息，称消息震动大陆娱乐界。 据公开报道，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晚，宋祖英在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开了海外的首次个人独唱音乐会。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宋祖英在奥地利维也纳著名的金色大厅又开了一次独唱音乐会。二零零六年十月，宋在一次在美国肯尼迪国家表演艺术中心开了独唱音乐会。 二零一四年七月份，中共文化部发文关于坚决制止国内艺术团组赴国外镀金的通知称，近年来，国内一些艺术团组和社会团体以文化交流的名义自费赴维也纳金色大厅等国外著名演展场所进行镀金庆祝演展活动现象日益严重。而第一个在维也纳金色大厅开个唱的始作俑者正是宋祖英，宋因此成为媒体讨伐的焦点，被指带了一个坏头。 有分析认为，有关镀金的通知如同为宋祖英量身定做。宋祖英曾经在大陆与我们讨论了共同努力来对抗躲避制裁以及走私的重要性。我们也呼吁采取行动，加强国际性的海上拦截行动，来挫败非法的船只之间的货物转移。会议结束后发表的联合声明说，与会国同意考虑并采取措施对朝鲜施加单方面的制裁，以及联合国安理会涉朝决议要求以外的进一步外交行动。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重申欲以外交途径解决危机，但拒绝双暂停的提议，同时警告全球要严肃看待与朝鲜开战的可能性。对此，香港东网一月十八日发表评论文章称，虽然美加两国对会议的情况轻描淡写，但明眼人都知道这是美国带头对朝鲜酝酿一个更大的棋局。 文章分析指出，今次多国外长会议极有可能是落实川普的三大方案：其一，推动在联合国安理会之外建立机制，对违反对朝鲜制裁决议的船舶进行海上拦截；其二，为可能的对朝军事行动进行动员，一旦朝鲜停战协定被打破，美国可能要求昔日的联合国军在联合国名义下进行协调，增加军事行动的合法性；其三，在外交上进一步孤立朝鲜，建立情报交换和相互协调机制，对朝鲜人。